今天是7月1号，暑假的第一天。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哪里？吴老坑。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吴老坑。然后这个民宿，这个民宿是在吴老坑。宜兰县东山乡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宜兰县东山乡的民宿。然后，等一下去逛夜市。然后明天，明天要去哪里？吃饭。好，明天再去看行程表。行程表。出发 ，Go！ 好。